刺激大脑的强效饮品。保持多样、完整、富含某些营养素的饮食是强化大脑功能的关键。例如，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对拥有健康敏捷的大脑是非常重要的。其他必需化合物是抗氧化剂和香料，例如肉桂和姜黄中所含的某些成分。现今的饮食并没有特别关注大脑的需要，不过大脑其实比其他任何器官都需要更多的能量。更重要的是，多数人会将这些香料和其他不健康甚至有害大脑的食物结合在一起。例如肉桂是一种在各种糕点和甜点中非常常见的成分。当你把肉桂和大量的糖和白面粉混合在一起时，反而会抑制肉桂促进血液流向大脑的功能。在今天的文章，我们会介绍一种饮品，只要10分钟就能制作，这种饮品非常便宜，而且有助于改善大脑功能。但请记住，这种治疗本身不能解决所有问题。最重要的是，健康的大脑需要每天的刺激、低压力、有规律的运动，以及多样又均衡的饮食。这种饮品对健康饮食是很棒的补充，而且对整体健康也有好处。和我们一起发现更多，用这三种神奇的成分改善大脑功能。你可能已经使用肉桂、姜黄和蜂蜜单独烹调了。如果你从来没有把这三种成分加入茶中，现在是时候试试了。以下我们将解释所有好处。这是一种消炎饮品，医学界已经了解慢性和轻度发炎与几种不同的退化性疾病有关。大脑与其功能也会受到这些过程的影响，像阿兹海默症和失智症这类疾病与这个问题有关，而且它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口。发炎也会导致血管问题，阻碍了提供大脑氧气和营养的正常血液循环。这种肉桂、蜂蜜和姜黄饮料具有消炎、杀菌和抗氧化效果，这种效果对大脑是不可思议的。一种神经退化性疾病的治疗，科学已经证明肉桂是一种对大脑有益的天然刺激物。我们知道，一旦肉桂被身体代谢，这种香料就能破坏苯甲酸钠，这是一种干扰和阻碍大脑细胞间通讯的酸性物质。肉桂与姜黄结合之后，还可以成为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，能保护你免于受到自由基的破坏。这有助于你以更健康的方式面对时光的流逝，让认知过程保持更健康更长久。刺激多巴胺和血清素生成，肉桂和姜黄可以刺激两种强大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，血清素和多巴胺，以改善大脑功能。这些物质会触发情绪，让你感到更正面、主动、好奇和精力充沛。这些物质是天然的动力，一种正面影响的大脑药物，为你提供做事、与他人交往和实现新目标的欲望。有机蜂蜜对大脑有益，
每天一汤匙蜂蜜有助于长久保持大脑的功能。如果是有机纯蜂蜜，就可以帮助净化血液，让大脑恢复活力，并成为一种超级滋补品。蜂蜜会改善血液的供应，此外，蜂蜜会大脑提供一种健康的天然来源，你的身体会感谢你。如何制作这种饮品？成分：一杯水250毫升，一茶匙肉桂粉5克，半茶匙姜黄2.5克，一茶匙有机蜂蜜7.5克。制作：像平常一样加热杯子里的水，煮沸后加入肉桂粉和姜黄，煮15分钟，然后再浸泡10分钟，过滤液体并储存液体，把液体倒入你最喜欢的杯子中，并加入一茶匙蜂蜜搅拌。这种饮品的味道非常美味，建议定期使用这种饮品。你可以在早餐时饮用，或者在一天的主食之后饮用，你会发现日复一日，你会感觉更好，大脑变得更清醒，更敏锐。